人民商场，看广陵路，都没人了，家家关门。唉，已经快死人了。所有的巷口全部封掉了，全部都关掉了，你看都没人，每个巷子全部都封掉，每个巷子全部都封掉，你看都没有人，大街小巷全部封，看全部封掉，你看这个。社区通知，携带本人身份证就近分批落实。